嗨，各位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安老师。我们等一下要进入我们的第一堂补充课程，因为很多车友看完第一堂的影片以后有很多回馈，然后我把这些回馈啊，等一下做一个仔细统一的讲解，让各位车友更知道第一堂它精要的地方在哪里，好吗？要认真听哦。如果你想把单速车开好，等一下这个第一堂认真听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。 OK， Let's go。 OK， 那欢迎有问题啊，继续传讯息问老师，老师会一一详细为你解释哦。OK， 那就这样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